首先第一位，妹妹挑战。学习了这么久，首先就来看看妹妹的成果。哎，挂了一番教学，她英文会有进步吗？You depend on studying of in class to win a computer today. 念成 computer， 你在乱念什么？还不赶快跟老师 say sorry， 这是委屈老师教你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请我们本班资优生了，好不好？资优生汉娜，麻烦你念一次，看看你念的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。You will depend on not dozing off in class to win the competition today. 好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一句一句的教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请汉娜小老师呢，先念到这边，然后请妹妹跟着一起念，要学习她的腔调。我尽力了。好，再来下一句。你那个脸为什么要那么欠揍？妹妹，我看就算继续下去也是没有结果的，你的英文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子吧。